塔下待一手。哎呀！这筋斗云怎么画风不太一样的感觉？再说我这都108000里了，我是不是应该直接从上路飞到下路去啊？我为什么还得用传送？有什么好跑的？多兰盾吗？你多兰剑啊，兄弟，你这叫多兰剑啊！你多兰剑，你怎么在这儿跟我耗啊，兄弟？刚才这个晕吃的不好啊，这个线儿慢慢控啊。来强杀费点劲没事，我们只需要控线就可以了。他现在其实已经很难玩了，他耗他已经耗不过我们了，慢慢耗他，只要瞎着不来，一会儿就能杀。家吧，走了，我也回家了，正好我们来个875。你感觉猴 Q 技能打人不掉血，那是因为，哟我操！可别这个时候给我来个秒饼，不是，可别这个时候给我来个饼干，我们就崩了，你知道吧？那是因为他有骸骨镀层，所以你感觉我打人没掉血。我们现在比他多一个875，他加10攻击力，我们加25攻击力，多他15点攻击力，现在是。这波兵有点多，让他推一下，塔下跟他耗一耗啊。这人是真猥琐呀，我发现呢。抽一下没事，即使他升6也没有关系。
了。只要这波他敢 E， 他就是必死，无论他闪不闪。这真是有点忍不住了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四个人也会忍不住的，没有人会一直的猥琐下去，他终归会有忍不住的那一天，你知道吧？他肯定会忍不住。只要我杀他一次，我们就起飞。走回家。哎，扣的准，可以。来，两件装备，先把可血战斧给做了。哇哦！其实我觉得我应该先出一个那个皮孩，布甲孩跑得快一点。无所谓啦，没回家呀？我寻思你回家了呢。告诉你什么叫无影棍儿，这一看这是瞎子要往上走了。来，我就希望你这打野往我这走啊。慢慢控啊，这打野指定感觉是有机会，让他来，我们直接拿个双杀，要杀不杀这武器，要杀就先杀瞎子啊。哎，这蛇女自己去拿蓝去了，这不完了吗？这又一个卡八个的，这瞎的又可是卡八个的呀！这打野打龙打这么快，我就想看看你，哎，到底有多少个亿。感觉这铁刺鞭没有提亚马特范围大，为了避免这个瞎子卡 bug， 我们去把这个峡谷给他打了。算了，我还是先杀个蛇女吧。我操你个妈呀！哎呦，烦死了！小瘪犊子，和血战斧。全没死，可太恶心了，真的。
两个残血全不好了，妈气死个人。这把还不行，这把还不能铁板鞋。这努努是不是也卡八个了？给我卡！卡他！出去都给你们举报了。俺们家打野从来就不卡 bug， 看见吗？只有对面回回卡 bug。还全是玩瞎子的。没素质，我傻着武器，吃我一血塔。但俺们家回回都优势，你发现没？你不知道你要死了吧？等个可血战斧啊，死了！一口耳链点燃接可血战斧 W 走，亮个牌，个臭傻子！吃完一血塔才八级，你还玩呢？回家种地去吧，把他野怪都给他吃了。完了，大蛇，这把第二个装备我们可以来一个。先来个水银海啊，出这个吧，出提亚马特。不行，这出提亚马特有点脆，这把先出血手。剩一滴血，他俩打不过我们，没事，只要敢来这波就是双杀。50秒峡谷先锋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俺们家队友老是特别的厉害，即使他们在这卡 bug 也没有用，野怪一共就这么多。拆塔来，哎，永不石化蓝林汉，可血战斧接个 Q，
鸭子来了，溜了，找我打，找我打，可血战斧，哎呀，可血战斧没可血，那努努咋没来呢？哎呦，这波没可血，属实有点难受了。五提亚马特，打这个，打这个，赶紧打，赶紧打，赶紧打，趁着瞎子死了，快点打，打，趁着瞎子死了，快快快快快，抓紧时间，你别等他活了再去打，那就不行了。谢谢云端硝烟的火箭，谢谢老板的大火箭啊、哦，感谢感谢。谁能想到我上去闪现 A， 这波如果我闪现上去啊，可血了，那么那个维恩其实是不一定能打得死我的，因为我们的可血战斧至少能回个300左右吧，差不多，我等一手 W 努努一来，阿莱把他一杀，这波完美，即使他有海妖杀手，你们打得过我？干什么呢？跟我打，兄弟，跟谁打呢？啊，跟谁打呢？能扣着吗？扣不着，算了。打得动吗？连我卸手都打不出来，我确实是没想到的啊！把塔拆了来，也就这蛇女伤害高一点，其他的这都没啥虚区。OK， 小龙。这个逼又去偷小龙了，躲一躲，推中路，三条龙给他了，没事，把他基地给他拆了，快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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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龙没了，给我找到他，得杀人呐、啊！你不杀人，这得杀人呐、啊，你知道吧？这不杀人，这杀不死。那龙抢不过他，你把 Q 给挡了呀，这继续推，妈11-32还打龙，还打个锤，完了，艾克死了，可血战斧，拆塔拆塔，先把这蛇女杀了 ，OK， 这边救一下。
不行不行，你不能过去啊，你过去死了。我们可以团没关系，让努努吸点血就行了。速度团龙魂了，直接中推，一起中，直接中推啊，龙魂了，一会儿赶紧的。大龙 buff 其实无所谓，你知道吗？菜逼终究是个菜逼，赶紧推给他拿下。这你们也不行啊，这这也赢不了啊，你说。上来两个瞎子卡了两把八个，一个都赢不了。玩啥呢？这没人怎么死的，我都没看见这人怎么死的就死了。中推，剩三个人，哎呦，不太好冲啊，这这高地不好上啊。哎，我就可以再推一波。不行，推不了，下边再说吧，这推不了了。不用，我们有和谐战斧，不怕死啊。谁死了？拉克斯死了。蛇女得死啊！小龙，先杀人儿。一会儿碰着这瞎子，先把人儿杀了。不行，这把的队友不太行，推的太慢了。快点回去呀！这还不回去，想啥呢？别往后拖，越往后拖我们越打不过，快点的，赶紧给他推没。先去上面把人给杀了。你他妈还跑上来还偷龙，我他妈头给你拽了，还偷龙，直勾勾的要往下跑。我能让你跑了？太可恨了，这可气，真是令人生气。下路拆，哎呀，这有点痛啊！带我吸点血，十秒钟不行了，整顿一波，去大龙杀人啊！整顿一波，整顿一波。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春哥，我需要一把大剑，速来呀！快快快快快！找到那瞎子的位置。完了，龙没了，我都不用看，这龙指定没了，一秒直接哇，龙没了。你说你们去杀人去，你打。找瞎子，你别找他们去，这不又打龙了吗？这
能不能一波？昨天给他一波了。这游戏没有办法到二十分钟，到二十分钟就比较难搞了。先拆塔啊！和血战斧，一波。一个零六二，一个五杠十一，一个瞎子，一个傻子，死一边去！又拿下一把。今天我化身成为八个杀手，净化这片土地。